47天了，终于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了，真的是太高兴了。去哪呀？我回湖北。回湖北怎么在营业车上休息呢？我太累了。从四川一直过来，服务处也不让停，高速也不让下，一直在高速上面晃晃悠悠的，跑了一个多星期了，真的太累了，太累了。我唯一的希望是能有个地方让我停下来，好好的睡一觉。吃一口饭，我就满足了。从1月29号在汉中受到救出到今天，我已经在汉中北服务区生活了47天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汉中高速交警和汉中北服务区的领导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关怀。让我感受到了家人一般的温暖和关心，我衷心地感谢他们。前天我家人给我打电话说家乡已经解封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我听了真的非常激动，非常高兴。47天了，终于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了，真的是太高兴了。